这叶子太难对付了，大家一拥而上，合力打倒他。好危险，如果再出来几次的话，我们一定应付不来。帝和大师兄应该快到了吧？哼，都是些不重要的东西，区区夜刺就弄成这个样子，叫天玄门日后如何见人？爹，大师兄，你们来了。师父请息怒，师弟们临敌经验太浅，这也不能全怪他们。依这情势看来，洞内可能还有夜刺盘踞，弟子以为还是先让小师妹和师弟们撤到洞外比较妥当。也好，看来第三代弟子之中，就你的武艺还能派得上用场。好，平儿留在这里，灵儿和剩下的都赶快给我出去。爹，大师兄，你们要小心哦。嗯，你放心吧。师父，洞穴深处有异声。哼，又来了吗？师父，简单徒儿上前调阵。那你自己小心吧，上阵之中，我可未必顾得了你。是，弟子会小心的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那《神魔至尊传》因观众的要求以及投票的结果，我们还是继续决定了，决定继续实况这个《神魔至尊传》。那虽然大师我啦，已经玩了好几次了，从以前到现在。那在2019年的时候，我记得实况比较多的游戏是《神魔至尊传》，没错，但是那个时候是断断续续的。那这次重新再实况一次，应该会比较长实况这款游戏啦，哈，应该啦。好，那我们第一关呢，就是独行啊，就是大家的梦魇。那我这次靠某一个 bug 看能不能达到四个碎石，或至少三个。好，来吧。好，我们第一个先蓄气。这边的蓄气哈，就是加强你的行动力啦。如果你是要靠正常方式打的话哈，我们在这边很关键，这边很关键。好，阴间平先走过去。嗯，其实你不管走哪里都可以啊。我觉得走这里好了。什么色色的，靠北哦。好，然后重点是这一回合结束之后呢，阴凤人被打，千万不能暴击，如果暴击就要重来。好，还没暴击，可以。好，两只都不能暴击啊。很好，很好，都没暴击。好，我记得是这样的，印象中。bug 呢，就是你先进这个法术栏，然后按下左 Enter， 下左 Enter， 一直疯狂按。听说会按到这个离火神诀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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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左下左一直按 Enter， 这是离火神诀吗？哦，四个碎石简单啦、啊。哎，这个按吗？不行，这该不会补血的吧？不行，哎，这补血的哦。哎，真的呢，看你脑子歪，按到补血的屁用。干，这补血有屁用啊！我不要补血，重来。
再来再来。按快一点。这个其实是第零关，独行。没有啊，是我按键问题吗？有，我又是补血吧？又是补血，再来。怎么都补血啊？那我要用下右下右。有，看这个范围很大哦，下右下右，有成功，可以一次解决吗？群星巨华碎，我933呐、啊！没有难度啦，三个就可以的吧？但是你看哦，术法才扣6哦，术法可以再放一次。增加经验值就是这样来的，可以。这是随机的。哦，钢炼破！好烂哦，好烂钢炼破！死面之咒！啊，会不会宕机啊？死面之咒是有动画的。等一下，让他跑一下，不要当机哦。哇，好像卡了。啊，有，这个不能让他跑完，跑完之后哦，应该会当机，我记得。嘿嘿嘿，碎啦，1518，好升等。当你学到气域之术之后呢，你就不能再用这个 bug 了。好，拿到4个碎石，简单，靠 bug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妖魔，真是自寻死路。平儿。你在想些什么？弟子只是觉得奇怪，为何这些夜痴明智不敌，却仍然不顾性命的失守这个洞窟？这还用得着多费心神吗？敲这洞窟遍地残骨，分明是遭妖魔毒手的百姓遗骸，此等毫无人性的落魔妖物，行事岂有一般循规道理可言？不过。经你这么一说，我倒也瞧一瞧到底有什么古怪。平儿，快随我进洞去。是。师父，这莫非是？哼，原来不过是夜痴的孽种罢了。反正留着也只是危害世间。平儿。一剑把他们给除了。可是，这些夜痴还如此幼小，弟子不能下手。妖魔自辈向来残民害人，何须同情？快动手！师父，弟子还是下不了手。下不了手，你身为我座下大弟子，将来要进到天玄门掌门之位，怎可如此善恶不分？
莫忘天玄门向你除妖伏魔为己任，你若不敢对妖魔下手，便没有资格待在我门下。师父，弟子明白妖魔可恨可憎，然而他们出外伤人，只是为了填饱肚子繁衍后代，和我们并无恶志啊。我们若不施与妖魔和平相处之道，光是一面滥杀妖魔，这仇恨只会越结越深，永远化不开。哼，你倒侥幸起我来了。弟子不敢，只是自从出了这趟门以来，弟子便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，岂能想出两全其美之解决方法。哼，人魔相争死于太古，至今能争斗未息，千年来多少前圣先贤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凭你就想得出来。弟子愚昧无知，妄自主张，还望师父息怒。师父罢了，我天玄门之中没有同行妖魔之人，那你这种人待在本门，只会让同道贻笑大方。你已经不是天玄门的人了，这20年来的养育和教导的功夫，就当作是我瞎了眼吧。师父，你此言。回到天元峰之后，你就自己收拾东西下山吧。我说话想来就算，你不必再来多说求情。师父，弟子。你已经不是天玄门的弟子，今后要不要庇护妖魔是你的事情，但叫撞在我手里，刚才这些孽种就是你的榜样。师父，小师妹，送到这里就行了。要是师父知道这件事，回头定会把你痛骂一顿。人家才不在乎呢，都是爹自己莫名其妙、不由分说的就把大师兄赶出门，也不听人劝。爹也不想想，除了大师兄你这个高徒以外，我们天玄门还有什么成才的弟子？这回出门，师弟们何以伤亡惨重？他应该心知肚明才是。小师妹，师父行事自有他的考量。都怪我平日喜欢妄发言语，才会这般自作自受。别说了，大师兄，你就当这回是出趟远门，游山玩水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劝爹收回成命。小师妹，多谢你了。大师兄以后没办法照顾你的时候，门内诸多事务，你可以得帮师父打点打点。好的，大师兄，你在外游历可以不要跑太远，一有好消息我就会遣师弟们去通知你一声，可别玩昏头了哦。嗯，我知道。天色也不早了，大师兄你就赶快下山吧，我不回去的话，只怕爹也要起疑心了。那咱们就在这里别过了，小师妹你多保重。大师兄你也多保重。那我走了。只有在田远峰长大，却忽然间被逐出门墙，叫我一时之间何去何从。天下之大，何处是我容身之处？